日，有网友拍到 baby 在机场的视频，视频里的 baby 依旧美丽动人，并且穿得很凉快热辣，罕见的露出了自己的小蛮腰。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， baby 这次带着小海绵，而且还是带着小海绵在机场暴走。 baby 一个人拉着箱子在前面走，左手翡翠，右手钻石，太豪气了，还拎着自己代言的价值3万的包包，俨然一副贵妇的样子。小海绵拖着一个小箱子在后面追， baby 一边打电话一边往前走，时不时的往后看小海绵有没有跟上。小海绵在后面全程跑着追妈妈，却始终赶不上 baby 的大长腿。不过小海绵却没有撒娇耍赖，一直不懈地跟着妈妈往前跑，这母子俩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关注我。